小九这波赶过来支援一手，但是因为他这三个人腿到从南部腿过来的。哇塞，哎呀，这一波不清楚啊，小九刚好过来中到了楠楠的子弹。然后另外一边悟空把 DT 给打，是的，也是在转移路上，大家去抢这个房子。是的，还是有点小距离的，主要这是一个一打一，打先手的那一方肯定有优势。聪聪是把马云龙直接给连打带补了啊，单仓吸不到最后，因为单仓点位太低。哎呦，林树果然过来，哎，朴树啊，朴树真牛逼的，把骄阳给打了，拿完就走，物资一拿。是的，主要这里对于林树来说，四个顶上放枪了已经。好，防区里面有一个，但换了把喷子，老爵能不能先喷倒一个？哦，这一波小鬼这个大头线啊，直接一波洗头，老爵被洗懵了。经典的话只剩下了龙丝根，要一次他站在房顶的位置，就对于石器来说他也不着急。对，国良来，国良开车要过来帮一手自己兄弟，很快的枪先打到了石器兽，但是自己的位置也暴露，看他操作了，现在国良对要跟国良一波配合。龙将军看一下能不能顶住啊，拖了蛮久的一段时间了。现在问题是在于长条房内部的人怎么处理，这个不处理伯良没办法过这个过点，而且还可以扶。现在伯良只需要帮他架住他右侧身这一面就可以了。这个龙丝根要小心的是自己头顶吃雷，就对方的瞬爆雷，这个特别考验投注物的抛射精度啊。听脚步，现在伯良一定要把龙丝根的右侧身给架好。我上来了，房顶上。哦呦！再搬一个吧，哇塞，一打三。啊，这波绝对是个人能力的体现啊！但这一波呢，打倒了一个，哦呦！但是这波小北的喷子过来，两个人防守，伯良穿掉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就补。最后石器兽进来还是把伯良给解决掉了，还能扶一个速九。是的，只能说这比较多的。是的，这是林树的一个精准的雷啊，直接把航二歪这个地方直接给炸倒，包一下外围。小羊是在架屁股的，再看。好，但自己的血量比较低了，这波天霸如果拉两个人过来的话，哎，崔乔过来了，有没有连火道具打闪直接进，这个人就压吧。不、哦、要本自己往前冲，没有等队友，但是小杨直接精准的把崔七也放倒了。有一个闪，小唐刚才被微微。啊，再来，再闪，你闪，我也闪。互闪吧。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小唐再发力。地府的话也只剩下了航航。跑了个闪，林叔打进攻了，要打进攻了，进脚步，立刻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扶起来满边，可以，南边的话也是顺利的团灭掉了。实际上他这个过点位置，对方有一个打包的时间，打包投掷物进攻的话会更加的轻松一点。这个圈形真的很怪，刚刚圈三的时候这个切法又是一半水一半海，上一局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是这样的呀。圈三的时候就是一半一半阴阳，继续又没有下一步空间了，小明在后点也是被打，这拉不出去啊，这里可能一颗雷就解决掉了。是的，啊，找队友过来了、哦、烽火明，还要火烤，还要架在火上烤。好的，直接烧死小童，一颗火。现在问题是在于机房榜榜一的 F2I 已经没了，那接下来就是看后面的这些队伍如何去进行一个追分了。是，哎呦，这边的话天霸是整个枪线被包着了，是被压住在一个反击。南部有五个队伍，就是南部现在有五支队伍，
谁能够最后获胜还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局势比较混乱，大家都有可能去劝，都想去劝这波架。在这个阵地战上面的话，悟空是占据了优势的。是的，天路这边没办法过，能不能察觉到？应该是能看得到吧。那看，那像天路应该是被 SBS 给限制了。现在选手感觉都卯足了劲儿。CTG 在这个边缘一直远点输出南部的队伍，太舒服了，这个抽把位他始终是跟其他队伍保持一定的界限。哇，这边天路的话刷屏带走了 SMS， 目前的分数已经来到100分，但是倒地两个，南边还有一只 CTG 是有机会的。是的，像天路还是要一个人力量，而另外一侧悟空这边的话也对实际有一点想法。来了，又被吃呆了，谁说的压力挺大的，已经被打成残血。速九补上枪，再顶到前点左侧身的位置，知不知道？对方一左一右。哎呦，这个是被小闪了，现在再打一个。速九，他闪光当中打掉了一个。哇，还有一个，只剩下我南哥，我南哥在后点位，但是三妹出枪把速九给放倒，那这样的话有生力量只剩下李 Ghost 了。能不能扶？给个烟吧，给个烟。对面也只剩一个了，这个其实知道的。哇，速九刚才还在摸，派了一个人过来，想灌雷。速九，这个位置，哎呦，这个雷刚刚好，主要是他血量没有打起来。是的，还有雷，还有雷。这坦克今天高射炮真的是用的非常的好。万一这个出枪把自己给暴露掉，啊，哎呀，脚步声太响了，不呗。逮招了呀，想把木子李这个点位给处理掉，手雷直接放倒木子李。哇，然后杀杀路旁边还有小路啊，一把 AWS 的夹击啊，97分了 CTG。 是的，这把吃了就有了，但 4M 已经是往前去压了，无疑这颗雷把坦克给炸倒，补掉了 Summer 这一分这个火瓶。那这样的话只剩下王鹏，只剩下王鹏的方向来了。我嘎的 V 一个火箭冲 Monkey D 一把格子，这个时候放倒嘎的 V， 那这样的话 4M 没办法，只剩下了 Forever 和小鹿。是的，三级套加持 Forever 知不知道林长应该知道吧，这个地方还留了一个围墙边猜对方阵型。是的，那天雷在排暴露了，没有放倒人，太准了。猴王队友压位置，然后猴王打个侧身，这一波就是团队之间配合，永远用 mini 爆头命中了 monkey king。 本场比赛手感非常好的 monkey king 直接是被打倒。是的，也是恭喜 CTG 在本周的最后一局里面是拿到了11个淘汰成功吃鸡，并且获得了我们常规赛第3周周决赛冠军，周冠，哎。